不能出来，外面有狗狗的。干什么？在想越狱啦？啊，不能出来，都是跳蚤。哟哟哟哟哟，想越狱啦？啊，想越狱啦？这么小，叫啥呢？哟哟哟哟哟哟哟，不能出来啊！不能出来！哟哟哟哟。呀，这个样子不行，不要关起来了，啊，够牢了，这下够牢了，完蛋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哎呀，看来不能把草草割起来，啊，草草主要放着驱蚊的，但是好像蚊子也驱不了，它的奶香味太浓了，这么小就想越狱了，出来干什么？满身跳蚤，坤哥哥一点都不乖，啊。再这样不乖，换个笼子装起来。但是它跳蚤太多了。哎，想干啥呢？不安分了，不乖了啊，乖一点啊。哎，搞得来都是莎莎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哎，不行，给你换个大别墅住住多好呀，啊！记得点赞关注哦。